大家好，欢迎收看光子的游戏实况。我们来到了第十章地底之渊，应该是最终章了。然后我们要在这里找这个找这个谁来着，找那个不找月亮和太阳，对吧？我们找到月亮，但是太阳还没有。这是机关吗？哦，是哪边开了？哦，好像上不去这里。然后进去就出不来了。有宝箱啊，可以出来，就是一个宝箱啊。感觉上一章的这个怪啊真的好弱啊 boss。 我们主要等级练太高了，50多级。诶，这进不去啊，这开不了。哇，这里全是宝箱。哎呦，有怪物，有怪可以刷级，我感觉。不过我现在不用刷级。这是什么？太阳宫殿。啊，这里也有这个遗迹啊。啊，这是钻石吗？啊，这里的宝箱都捡了。哎，这是谁啊？知县吗？嗯，微光，救救我。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们俩长得都一样好吗？你跟我同样是精灵，都是由精灵界所召唤出来的星光。真的吗？我都不记得精灵界的事情了。你还年轻，刚出生而已。像你这样充满光芒的星光都是健忘的。哦，哪天等你回到那个永恒的早晨，就会看到光彩夺目的这个明亮动人到处舞动的光芒了。哦，有很多像我一样萤火虫在那个世界吗？成千上万的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很想念那里一位那个双鱼魔法使召唤我到这里来，但是一位巨人将他带到了深处。我从夜之女王手中逃脱出来了，但是我无法回家，我太虚弱了呢。月光，我需要你的帮忙，你懂吗？我们必须连接彼此的力量，召唤更多的精灵来帮助我们。哇，呜，月光变大了没有？这什么情况？放了个屁吗？他们越来越近了。哪里？我好累啊。这他们听不见我们，精灵们四散各地，他们需要你们的引领，好吧。将失落的光芒集中到我这里来吧。我看到两个光芒在森林，两个在平原，两个在大海里。这啊，支线啊，好吧，支线我们不做了。我要跑那么远去给你做这个任务，跑那么远做任务有点坑。哇塞，施法瘫痪，全体瘫痪。哇，600多只鸡秒了，可是。推迟了，全体劈砍。我12000。哦，这个，哦，就这个东西了，哦，就找这个石碑啊，这，好吧，就要到外面去找这个石碑，有5个，我们就不找这个，这个太浪费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接着找那个太阳，哦，这个会，哦，这个会触电的，嗯，这是哪里？这里是哪里？哟，感觉过不去啊！哦，过不去，现在没法过这里。
肯定要解锁什么机关。哇，是这个吗？这个是太阳吗？哦，他在这里放电。这没路走啊。嗯，让我往这边走。太阳宫殿，那下面是什么地方？这边下面是哪里？感觉下面有东西。异物。这里有个这个，全是拿那个碎片的。哇，这缝好大，还有鱼，势不可挡。哎呀，我被吹走了。被吹哪去了？光路，他说不要跟着光路走。这个是什么？灯笼鱼吗？之前说请不要跟着光路走。我应该要先找，哎呦，碎片，我去，这上不去啊。这个鱼有点大，哎，不让我上，我偏要上去，我偏要挤上去。哎呀呀呀！啊，这个上不去，这个箱子拿不到了，不拿了，真烦。啊，是往这边走，跟着走我们就不会迷路了。是要往下，这样啊，这个往下走，哎，不能走了吗？这里不能走了吗？这里没路走了，这里下不去了，我这好迷啊，这里特别的迷。哦，这个风有点大。啊，从这里走，到了。是往下走，感觉我这个是走支线还是走主线，我就不知道哪个是支线主线。那跟着这个乱跑，到底会去哪里呢？奇怪，是啊，哦，这个是支线，黄金长峡，哦，这里，感觉打 boss 啊，水池让我看见吧。告诉我父亲在啊，父亲在的困境。之前是看到那个水淹上来了，他的呼吸很微弱，情况很危险。哎，又没啦，什么鬼？啊，人民在呼唤你。哦，这是双鱼吧？什么声音？大家注意，又干 boss 了，我去！哟，这个长得好丑啊！又开始干 boss 了，哇，有点恶心啊！星光全体，可以使用药水，势不可挡药水，还是要给那个欧尔拉来一个药水。至少不会因为攻击打断这个施法。哇，这个上面那个直接打残了。继续星光全体。
哟，嘉雪啊，奶妈嘛。对，鱼人是奶妈。全体瘫痪。哎呦，居然打我石头人，打断我施法。我血多不怕，至少可以带走两个。哇，五百多，下面那个残了。全体瘫痪，这个有点快，给他减个速。全体劈砍，瘫痪吧！哇，下面那个爆了。呀，我全体劈砍干嘛？单杀不就好了吗？65致命一击，冲撞，冲击很久，直接劈砍，速度比较快，打断施法。好样的，那他没有办法施法了，减速，哎呀爽，看看看看看，特爽，瞬间打断施法，各种打断施法，他是一个要用雷系打，我感觉，我感觉是要雷系打，物理攻击才这点血，星光打呢？309啊，属于黑暗系的那种生物。季风雷电攻击，他快不够我这个法师，直接秒杀。哇，540还不死啊！我去，这有多少血啊？这家伙到底有多少血？还不死啊？540还不死，星光加这个，好，双杀。哦，残了，一个星光解决，带走。哦，我去，这个还有血啊！天哪，再给他劈一下，砍，残了。哦，好样的，540，我这。60000多经验，我直接升一级，哇，全体升级了。黄水晶，这就是一个小怪吗？这只是一个小怪吗？门开了，呀，我上不去。下面有东西吗？下面有个箱子，再下面有东西吗？好吧。他就躲在下面的嘛，这个复活药剂四瓶，躲那么多小怪的这里，魔法防御药剂，哇，可以防魔防的，这不错。强效，我这些药都没用过，因为玩的简单难度可能用不到这些药。黑暗将这道门给封死了，要玩这个什么？要玩这个玩意儿？猜也是，但是照哪呢？问题？他应该照哦，这个要照哪呢？也不是这个，这边没反应。哦，有了，好吧。第一个月亮亮了，然后第二个应该是这个，这个图标是哪的？找一下这啊，中间这花瓣啊，第三个是这个，第四个是竖琴这边。好，门开了，我要直接干 boss 了吧？感觉进去就要打 boss 了。最终 boss 夜之女王吗？太阳宫殿。我之后越到后面，这个章节内容越短啊。哦，这里估计要解谜啊什么了。
没有吗？哇，这迷宫挺大的。哎，啥情况？这过不去啊。嗯？啥意思啊？哦，从这上面走。啊、哦，要先开这个，明白了。要先开这个，然后这个门开，然后绕到下面去。我不打这个幽灵。好，过来了。幽灵忽略掉。推箱子，上面有东西。有一只鸟，鸟系敌人。先把这里宝箱全捡了，宝箱搜集控啊！我去这个，耶耶，耶耶，一路撞过去，各种撞，感觉这里肯定有宝箱之类的，打他！哎呦，这个石头，石头怪有点恶心。星光全体，这个法术的话，雷电全体，石头人给他拖延一下，我600多直接残了。魔法，哎呦，这个是物理的，要用物理打，全部打断，哇，直接带走两啊，带走一个，控制住，哎呀，这个鸟人别打我。哎，好样的！我只要控制住石头人就可以了。这个鸟人只能换人打了，换人上，换这个弓箭手罗伯特，因为那个是魔法什么的。别打我欧若拉！好的，施法中断，去死吧！130啊，开始物理攻击了。物理射死他，弯弓射大雕，118，飞扑，哎呀，才80血，我这个回一下就有了。147，阻碍他一下，而且阻碍不了，他速度好快，速度真够快的，哎，直接平砍吧，真的不高兴跟他打了。20000多经验一盘，还好。我去，这可以暂停吗？哎，我怎么又绕回来了？啊，这边没绕回来，另外一条。哇！过来了，哎，这里面拿不到。这边有只鸟，啊，这鸟在对面，它看不到我。哦哦，二姐，啊，这个诺克斯，我的星星欧若拉，看看你如此闪闪发光，肌肤与头发什么？啊，如此恶劣的血脉真是丢人啊！你这个脸，你太阴险了，好吗？还不如不要出生的好，真正的公主不应该弄脏她的衣裳，好吧，也不该随身带着昆虫与乡巴佬，你不可以侮辱我的朋友。嗯，好吧，开打了吗？像你这样的双面人，跟你披风上的泥巴才配呢。住口，欧若拉，你真是个奇耻大辱啊，今天就要置你于死地。好吧，要开打了，我感觉来吧。哇，他变身了，
我感觉是一个毒系的。哎，捡到了。呀，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要解谜了吗？感觉这里要被毒死了。这里是要解什么谜吗？怎么玩？啊，这边。我去，这个带毒啊！有毒啊！直接开始跟我刚啊你！还好这个东西好像不会像那个什么东西。这个鸟不会转身，哈哈，傻了。我说没光系魔法了，接下去。回家血，我感觉到了跟他打这个血有点少。我可以嗑药吗？哦，哦天，哦天，这是神庙逃脱吗？哎呀哎呀呀！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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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好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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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吓死我了！吓尿我了！吓尿我了！吓尿我了！天哪！吓尿了！我被卡住了，刚刚。先回个血吧。啊，这是一个 RP 级游戏，带了神庙逃脱的性质。哎，这边可以走吗？不能走。药到时候到战斗里面去用。先回一下血，回到300多。好、哦、来了，来吧！你的小伎俩对我没什么用的。嗯，像你这样的人绝对当不上女王的。你这个就是 flag， 今天就是你们家族的末路。哇！别担心，你会跟你们家人在另一头相聚的，而我们就会居高临下的统治这一切。开战吧，别废话。他应该是掌控着太阳吧？哇！啊，这是什么鬼？哦，他还要打触手啊！先给欧奥拉来一个那个，让他那个让他老地上，给欧奥拉来一个势不可挡。必须来一个势不可挡，然后自己给吃一个速度药水，空速药水。海潮波浪，闪避，哎呀，哇、哦，53，吞噬不会直接秒人吧？100，我去120，这个伤害有点恐怖啊。伤害提升，终极护甲，一套装全部给套上。53，别盯着欧若拉打呀！我去，他被你干死了。要被他干死了，惨了，没药了。能瞬间恢复吗？立刻。别打我！啊，他集中力量，好样的，磕个药水。是时候磕个药水了。382，我药好多。这移动速度。换人，换谁来着？换飞，换法爷上，法爷防一回合，
欧尔拉速度比他们快，星光全体。呀，他这爪子比较快。啊，没关系，势不可挡，不怕。法爷皮厚啊，直接闪电攻击，他是水系的嘛。哇、哦，打他主体伤害高，主体是黑暗的。哎，异兽闪电攻击，但皮好厚啊。敌人够厚的，雷电全体，法爷好像他们法爷都无视了，是吗？哦，去死吧！我说我们人多，哎呦我去，这个。致命一击啊，有点恶心啊！喝个药水，强效治疗药水。什么不多，就是药多。我到现在都没用过药，我打前面几个 boss 都没用过药。哇，200多，我去，这有点危险啊！来嗑药吧，再不嗑药要死了。哎，等等啊，等等，看看换人，换这一个高伦，给自己用一个势不可挡，风速药水。哎，怎么没回到血了呢？别再打我了。别打公主，好样的！真是，我这伤害高，102。我盯着我这坦克在打，我感觉有点危险，容易被打到。现在正好用个势不可挡药水。药水多，别打我！哎呀，法术中断，坑了，他没血了。哇，出去120，换人，感觉这被打一下就懵了，搏一下吧，如果打得过就打。哦，喝药水速度快。哎，我磕错药了吗？我去，有毒，磕错药了。刚回的是什么东西？回魔法的，天！没有防御了，没有护盾了，残了，又120，固定伤害啊。应该加状态，加错了，好难。闪避，感觉不太好打。应该先一套药磕起来，速度药水啊，那个什么药水啊，全磕起来，攻速。未来集中力吧，他一直是蓄伤害。我去，134啊！天，再被摸一下就死了。势不可挡，全体。专业嗑药水，风速药水，势不可挡，防御，魔防。伤害防御药水，别打我！啊，势不可挡，没事。
不加法术，这疯狂抽啊！星光全体，嗯，有没有全体回血？这个是最终 boss， 感觉还有夜之女王什么的。哦，这触手还没死。瘫痪全体，没事，我们皮厚，不怕你。海潮波浪。势不可挡在，你打得过我？还没残啊！我操！哇、哦，手没了。好的。哎，他还会召唤吗？我去，啊，不会。我去，这伤害有点高。等等，有点恐怖。给自己奶一口吧。回个血，我去，太恐怖了，这个伤害有点高啊，摸一下200多，我就这点血啊，忘记了，可以闪一下他。吞食，你打，不怕你。增加伤害194，哎呦，快不过他，快不过他，120，76，还没残，有多少血？换人，我们人多力量大。泰坦护甲，只要不把手招出来就好。别打我！哎呀，被打断了，120，他吐一下就120。嘲讽，好的，455。还不死啊！我、哦、哎，他势不可挡了，好吧，势不可挡了，我去，我也可以势不可挡，我怕你啊，全体势不可挡，我只有五颗，要是用了就用了，集中力量，哎，你这加防没啥用啊。我复活要水多，死了也可以复活。455，哎，他移动速度变慢了，速度变慢了。哦，可以推倒他，我想起来，可以往后推。61，星光，314。差不多了吧，泰坦护甲就一边拉仇恨一边打了，不能让他打那个，我去，没魔法了，没魔了，我还有，又可以放，他疲惫了应该。314，又闪了，小样，残，哇、哦，341，幸亏有泰坦护甲，幸亏有泰坦护甲，否则就残了。这个就砍吧，吞食。
哇，他给他自己加血了。嗯，看看看看，星光再来一次，看看他死不了，死得了吗？还有多少血啊？感觉他不行了，你看低头了已经。哦，倒了。我七万多金。我升级了，我各种升级啊！哦，呀，黑夜女王，这个还要打吗？不，我的小女儿死了，都是被一个小女王还有一群乡巴佬害的。这安波拉，他是不是他没能力的？你这个可恨的小杂种！不过你很幸运。我是多么的慈悲为怀，我的妓女。只要你把月亮和星星交出来，我就让你回家跟你爸爸见面。哎，是个骗子。这，是我的错觉吗？这不可能，我亲爱的欧若拉，回到我身边吧。没有你在，我会死的。爸爸，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对雷姆利亚人见死不救啊。我的欧若拉，啪，很好，就是大结局吗？还要打吗？我感觉永别了。哎，王冠不见了，他给了你那个王冠，这雷姆利亚是属于我的了。哇、哎，什么情况？是剧情吗？哇，难道没 boss 打了吗？那刚刚那个是最终 boss。 哎，微光难道是微光怎么飘下来了？哇，好多萤火虫啊。这是太阳祭坛吗？哦，之前一开始让我们给我们那个微光的这个神秘女士。哇，哦，原来是她母亲啊，光之女王。这就结束了。就是我们拯救过各个种族。这，那夜之女王还没打败呢，全过来了。这就是太阳，太阳、月亮和星星。哦，真的变成光之女王了，雷姆利亚的公主，母亲。嗨，欧若拉，
最近是在做梦，我还是中了，还是我中了魔法？我这王冠，哎，这王冠变掉了。不，这是真的，亲爱的。我就在这里。我内心好感动啊，这是真的。我有好多话，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咬舌头了，太激动了，你看。哦，队长，我中枪了。你英勇的战斗还保护了光之公主。过来拥抱一下我的兄弟，我去，好激情啊。祖父，菲恩，你勇敢面对了黑暗，现在是个了不起的大人了。什么鬼？玛格丽特，可以陪我一下子吗？我很忙，忙坏了呢。哦，但是我可以帮你预约一下时间。哦，安波拉就在附近等待着，只要他不死，雷姆利亚就无法获得自由。去吧，展现你高贵的勇气。毕竟正统的公主还是需要一座城堡的，虽然不怎么像公主啊。要怎么快点抵达安波拉那边呢？看我的。那还要再打一场吗？就这个城堡，对面那个城堡。我说是两场 BOSS 战啊。感觉这个更难打。欧拉，一个被流放的孩子，我们有着同样的过去，被放逐，然后跟平民与弱者为伍。愚蠢的女人，谁叫你母亲离开雷姆利亚？算你运气还好啊，不是很好。你这个凶手，好吧，一切都是为了我伟大文明的存迹。我乃贤者辛贝尔的子孙，你看这个长得就好啊，辛贝尔。而你是征服者艾琳的后继者。我们探索着拥有掌握世界所和就这个所有权限。公主，欢迎回家，你是王位继承人。公主错了吧，我就是我欧若拉。建筑的石块化为粉尘，空荡的大厅毫无人烟。这么多生灵啊，生灵的死去，根本就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但是雷姆利亚的人民还活着，只要你一死，我们就能替他们建立新的家园。你说过要把这个国家交给平民，我会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与他们的生命奋战。为了卡特奇达，是那个战士族吗？为了艾洛斯塔提和坎贝利啊，为了全雷姆利亚，我们只要团结就不会怕你的。我能办到你母亲所做不到的事情，别想阻止我。能够掌控这个国家的只有我啊！你看这个邪恶的、丑陋的这个脸，绝对不会不解放人民，好吧？就算你在奥地利时，这个有点快，我天！一只女王，打得过吗？打得过吗？这个哇，感觉打不过哎。最终战，所有药水全用上，势不可挡。用，换人，换这个法师上，啊，换这个崔弟也可以，换法师吧。法师用有没有全体速度药水啊？或防御药水、平静药水、速度药水？药水全科，既然最后一战嘛。直接减我血，各种推我速度啊！怎么打？哇，106，直接残血了！天哪，还能好好玩耍吗？各种减速的，100毛100体力，这个可以。
点逃离干嘛？速度药水科起来，攻速药水，攻速药水没有全体的，有全体就好。星光，哎呦，抗性强化，护体法术，我不要打你，我是要把想两个小的打掉，两个二式的先打掉，雷电攻击。我去，魔法反击好烦啊！哎，快没血了！星光全体，哎呦，法爷要死了，给自己磕个药，愈合药水。我有药，我怕你啊！直接回满，100%回满。欺负你不能磕药。对，增加伤害，有点恐怖。增加伤害有点恐怖，不会直接秒人吧？强了，哇，18滴血，有点危险。两边这个玩意还没死。你忘了边上的，哇，还没死。给欧尔拉磕个药吧，不行了，撑不住了。我这伤害好高，又减速推起。等等，我看看，磕药磕药磕药，那是不磕挡好像没有了。攻速药水磕。我去，他开势不可挡。你居然开势不可挡，小心我弄死你。这两边这个小怪还没死啊，我去。打断。哇，小怪快死了，撑不住了。别打欧拉，别打欧拉，别打欧拉，别打欧拉。好样的，集中力量，这只。别打欧拉，用药水。我觉得法爷太强了，就电电电电电。哎，他也不行了吗？我去。啊，好了。他也不行。哎呀，说好别打欧拉的呢，你这个好像 还比那个好打。我要给自己磕个药水吧，没血了，别磕错了。389都快死了，都掉脖子了。哇，龙喉，哇，我的法爷，我的法爷啊，你就这样躺了吗？嗑药哦，还好，嗑药速度比较快，来点一下这个。哎，强化护体法，哎，你护小怪干嘛？直接秒！啊，死了一只，致命一击140，来吧。扛住！哇，这速度有点快，这家伙。给自己奶一口吧，喝个药水吧，药水速度快。100的血量。好的，打断。
四八八，这小怪怎么还没死啊？是有点厚啊。魔法标志哦，各种护盾开 ，what？ 这还能好好玩上吗？各种加状态。打吧，不加状态，感觉差不多了他们。咚一下呀、啊！哦，好了，我加伤害，只要不被他秒就行。哇、哦，930，这好像比那个好打多了，比前面那个好打多了。主要是他是暗黑暗系的怪物，被克死。我只想要有个家。你确定这不是一首歌吗？有个地方我能够称作为故乡的家，在这个世界，不是善与恶，我们无法一个人独自生活着。哦，公爵死了，洪水淹上来了，这，好吧，终于到了这结束的一刻。哎，感觉这个管家有问题啊。我需要帮忙，有人愿意跟啊，有愿意跟我走就走了。嗯，好吧，你开什么玩笑？我当然会跟着你。嗯，跟着你怎样都有好处啊，这是我的荣幸，让我们进去里面吧。我们会渡过难关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嗯，公主，我与你同在，月原力与你同在嘛。穿过这个镜子，再到另一边，就可以回到那个他那边去了。将我的人民从洪水中拯救过来。The bell tolled six on Easter Sunday. All looked quite lost. The people cowered on five hilltops that were nearly undertossed. As the icy deep rose to meet them, who should unexpectedly appear? But Aurora resurrected with a host of creatures queer.Lickety-split, the group split up, and in less than half an hour, Aurora and her friends led the people up the castle tower. They entered to an empty room, the water lapped at their feet, no way out except to drown. Their doom they were sure to meet. But of course Aurora smiled, before their eyes, astonished, to a mirror she led them, and they stepped through it instead.From that day onward in Austria, only a small island remained. My people safe in Lemuria, their future regained. And Lemuria began to grow again, each of us leading together. Soon it will be your turn, princess, to leave on an adventure. Now, my dear, the fire has died. The night is dark and deep. Close your eyes, let go, and drift off to sleep.好、哦、结束了。好的，那么光之子我们就大结局了。剧情套路也是比较老套，比较狗血啊。这个公主的这个公爵和那个就是公爵夫人啊，公爵夫人是被那个夜之女王，就是她的那个继母给害死的啊，但是好像没有死，没有死透，然后给了公主能力。因为把公主引领到了镜中世界，啊，异世界吧，这个属于。然后给她能力，对吧？给她能力之后，啊，她二姐找她，就是想搞那个啥来着，啊，搞这个，取得她信任。然后，啊，其实她二姐是坏的，她二姐啊不是她二姐，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帮继母那一边。然后她二姐嘛，一开始是挺好的，但是。啊，种种言行就表达出了他不是一个善茬，对吧？然后这个结局啊，就是打败了啊，打败了二姐，然后又打败了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小女儿，也是继母那边的，啊，又打败了这个继母啊，就是夜之女王。夜之女王是之前是让这个世界啊陷入黑暗的，但是打败了她之后啊，拯救了现实世界与这个奇妙的世界。
啊，这个故事其实挺短的，一到十章的话，主要中间解谜啊什么的一些 RPG 刷等级啊，比较花时间。但是它这个可能育碧这个游戏啊，虽然 bug 很多，但是我没遇到几个 bug， 应该是修复的版本嘛。之前据说玩这个游戏容易崩，我也崩了几次啊，毕竟啊玩的是未加密版嘛，对吧？这个加密版我就不买了。好，那么光之子或者叫光之女王，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希望他出第二部吧，第二部可能还要在那个录一下吧，因为这个系列是啊为了兔小只去录的，因为他喜欢看这个剧情以及这个画面啊这个画风，他很喜欢这个画风，然后我特意去录了这一个系列，算是录给他看的吧。好，那么光之子实况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Your car.